然后我妈病了，她还这么给我拿10000块钱。我觉得我不是说因为成哥有钱，因为他什么都给我买什么的，我就觉得他好，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我是觉得陈哥他对我妈好，他对我好，而且他对他身边的人的也好。这么一个有爱心的人，这么善良的人，这么优秀的男人，换了谁谁能不爱呀？对。小梅在陈哥家做保姆8年期间，陈哥送了她一套在沈阳价值40余万元的房子。碰到困难请假休息时，陈哥还分别给了她几万元的补助，并送她上了美容学习班。2个月前，小梅向雇主陈哥表白，却不料被陈哥婉言拒绝。那么，是否真如小梅所说，雇主陈哥是喜欢她的？今天，雇主陈哥是否会来到现场接受保姆的告白呢？我今天就是想在这个公开正式的这个场合里边，我正式的，我向陈哥表白一次。就是如果要可能的话，我就在舞台上我再争取一次，我觉得我爱他，我暗恋8年了，我就应该说出来。接下来我们看陈哥会不会来，好吗？来，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。问你几个问题，如果今天陈哥不来，接下来你怎么办？如果今天陈哥要不来的话，我就永远都离开这个家。